哇！而家搭衫噶喎，原來明明約咗佢12:01仲未到嘅，慣噶啦，佢成日都遲到嘅。係喎，你呢排有咩做？冇啊，冇嘢做啊，都係撳下電話喺屋企 hea 啫嘛。我都係。既然你遲到啊，一陣我哋食完嘢，你諗下有咩做啦？反正呢排冇嘢做。咦？好似食泡波啦嗬！我見到條片咧，好似係教整。嗰啲泡波嘅波，好似好難揾喎，得唔得噶？應該得嘅，我哋試下咯。三個人一齊試下，得啊，一齊合作試下。OK， 走，起，行下。Moments later. Better, we 都系分工合作试下，都好。咁你做咩？咁不如我就磅啲米嘅重量，然后倒入丝袜度啦。都好喎，我撑开个丝袜，跟住帮手绑结。咁我负责拖气球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試下啦，試下啦！嚟嚟嚟嚟嚟！抛波可以试下单手垂直抛，记得左右手都要试啊。跟住就系左右抛，将波由右手抛去左手，再由左手抛去右手，记得波嘅高度要保持稳定。最后就系垂直抛抛接接，尽量喺一个波未跌落嚟之前，第二个波就已经要抛起。呢啲都是基本的练习嚟噶，你哋要多啲练习啊！一个人面对困难和挑战的时候，真的很容易会觉得很无助和孤单，甚至不懂解决问题。但当我哋能够找到同行者，甚至是同我哋有相同经历的人，同我哋一起去面对困难的时候，情况就会轻松得多。可以透过互相支持和鼓励，减低面对困难时候的压力。一个人要整波的时候可能真的很难的，但是当你有几个人一起整，多个人多双手又多个脑，整件事就会变得容易很多了。你们说是不是？